星星，零零零，赌是赌是，天然情。纯粹是骗子犯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天纯情，地灵灵，万里十八天。路既死，今在三条线内本当我挥死的对手，如今敌人上错也帮忙我，有人投降我，要我，你是狐狸，想会到我会当做你的上错咯，老公。是你出手所来相救，奇怪王爷啊！伊咧，哎呦，自我介绍，我乃是陈文昌，一名书爷。另外，这个身份乃是一个道士。方才乃是我施展魔山道术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还你这不是你的对手啊！原来是安尼子。你会晓无三毒术，方才还你爱我性命的时阵，你能不相信？敢要试看卖？不用。你既然解救我的性命，表示讲你我有缘分，你应该唔甘将我害死啦。我哪有可能给你害死？我只不过是等一个我无三毒术让你看卖啊，见识一下。果然是厉害，从来唔捌见过。只是讲，你解救本王性命，应当连带你回当雕哥城砍成幽官枪。方才跟你争功，我乃是苏爷的身份，你唔知官定的身躯边做一名苏爷。何况我会晓魔山道术，爱啥有啥，好用搞在你身躯边，才会当享受烟花富贵咧。这，既然不愿做官。比较较爱自由，那呢本王怎安怎报答你？你若是要报答我，也可以。但是我这个人是温不温饱，我只不过好交朋友。今仔日甲你有缘相识，我真相信缘分这种物件，而且甲你见面，注定你甲我就是要做朋友。我看你的五官也不相同啊。以后可能有帝王之相啊！原来是安尼先，方才你话也未讲出嘴，当真要让我鄙视？做人啊靠自信，我谁还使甲你鄙视呢？你我初次见面，唔知影你讲话咧是到倒位。我这个人个咧说真简单，只要有做囡仔陪伫我身躯边，我就为你效劳咯。这不够简单，会在本王身躯边，绝对令你帮帮你。是哦，我看你的面相，我就知影讲你身躯边一定有真济查某囡仔在你的身躯边洗点点。而且王爷也是护食之人呐、不用讲到这尼啊坦白，爱洗面相好相处。你我的个性既然这尼啊相共，我以后对你的身躯边，我也会尽心为你做代志。那呢，今时我的身躯边，一同享福咯。王爷叫什么名？苦在天涯，世苦是人生一点啊都无苦。虽然世苦，但是我的人生真快乐。哪里是你胡说？对我惊讶！